大家好，我是香港小甜心。现在呢，坐15路双层巴士从中环去山顶的路上啊。这里呢是香港的金钟道，这条道上车来车往的啊，也没有堵车，一切呢井然有序的啊。街头呢，各种各样的豪车很多的啊。沿着这条道往山顶走啊，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豪宅、豪车。很多人好奇，这么窄的道路上，车来车往的，不害怕吗？香港的司机开车技术真的很好啊，特别是双层巴士的司机啊，在这样的山道上真的是很刺激啊。对面的那栋最高的大楼呢，就是许世玄家的半山小卢豪宅了啊。左边进去就是小卢豪宅区了啊，之前过来拍过好几次的，很多明星富豪都住在这里。好嘞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喜欢的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来波强烈推荐吧，下期见，拜拜。